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很多年以前，我获得个房也有，车也有，孩子也有，老婆也有，就因为自己贪玩，搞得四分五裂的，欠了一屁股的外债，连回家过年都不敢回去过，好几年没跟老头一起过年了。昨天胡子在我家过年的时候，老头跟他通了一个电话。哎，听完以后，老马心里面特别酸。一个老人常年在山上，连儿子的面都见不着。然后我今天跟我爸说，我说爸，我不陪你过年了。我说，那个，我带胡子回去，你让他一起过个年。老马开了一个双人间，一会儿咱去接老头。吃完饭让他们在这住。咿呀哈！来了。哎呀，咋整的啊？这件事啊？啊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没？你看，他这回不去。啊，回不去你就按一。哦，按一，然后再往上按，就重新开始了。啊，懂吗？看着还行吗？行。过年就吃这个呀，大叔啊。这不是吃了锅的地上味啊？哪里有一大块吃大羹？还可以切点大米儿啊，就吃这个呀，还吃凉的？哎，那一样了，鸡腿儿，这是啥呀？这个，这个是馒头，不是，我是这个，这黄色面条儿啊，哦，和就是和那粉条儿，哦，走吧，换换衣服，咱出去吃，走，你怎么还穿个小孩衣服呢？这个怎么了？啊，昨天打完电话以后，我家老头说的，说。咋的也得再过个年团圆团圆。我那天你开车，你也不知道听不听。我说你家条对我那家日子个大日子好啥？啊，我带到了，带到了，带到了。咱还抢着呢，头一年啊，人都找不着。第二年、第三年啊，哎，你放心，我和家丢人了。哎，这个裤子行，像样。我在哪吃的？在我家吃的，放心行。过年在我家过的，这是个鞋啊，就这么穿的。我你穿得下？穿。哎呀我！老人还穿上了。嗯，行，挺帅，这也像个年轻小伙儿。我后边看，啊，就这个靴子有点。想吃点啥呀？随便，整点火锅，吃火锅不贵吗？还不贵，便宜很。现在，哎呀，这啥吃这？嗯，走走走，多久没来市里了，大哥？今年一年就，一年没来，是不是那个羊肉啊？行，那来点羊肉，来点牛肉，我这点了，好吧？我看着点。小两。嗯，好，喝点吧，少喝点，弄点啤的，没事。是熟了，马上就好熟了。看到片儿了，你吃啊。加，你快吃吧。自己儿子在旁边坐着，你还计较？你吧。我吃吃你吃，你放点汤。行，羊尾油，好嘞。使劲造啊，叔，就光造肉，今天别的咱不吃，就吃肉。怎么样吃？还有，对，使劲捞。这个你干了什么呢，爸？都是肉，来，啊，来。你看，还得看看你儿子吃饭，还得看看你儿子。大叔，你这吃饭饭量行啊？嗯。要不说饭量完。就完了。关键下去了。我发现你爸的饭量确实好啊，确实好。这五十多个锅子。什么？自个儿自个儿包的大红卷儿，这么大盒，吃五十个。我的妈！这吃这啥，他吃饱了。你不饱。我怎么吃？我吃这啥也就是啥。下里边都吃了了，咱不能上。
我是不签了，是的，两个就是。那一会儿你就跟那个你儿子走吧。好，啊，是吧？好，管他行。哎呀，说谢啥呀？谢。哎呀。你能高兴一点，就我们能做的，这你快吃你的，说，你快吃你的，你不用动啊。老马心里也老高兴了，哎，看不看兄弟们，我穿着红色，全是红的。今天是老马本命年呢，爷两个好几年没在一起睡觉了，多说会儿话吧，不耽误人家了，我也回去了啊，拜拜，兄弟们。